大气球，还有纸花满天飞扬，搭配一首首金曲，摇滚天团 Coldplay 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第二天开唱。配合歌迷手上的 LED 手环，全场散发白色光芒，引起一片惊呼。今年提倡环保的 Coldplay 不仅准备了重复性使用的 LED 手环，演唱会现场还有动力单车，邀请歌迷一起骑车发电。铁粉一路从开唱踩到结束，但也没白费力气。团员们在经过发电脚踏车面前时，还主动向歌迷挥手致意。演唱会接近尾声时，主唱克里斯马丁也感性谢谢这两天到场支持的歌迷，而他似乎也耳闻高雄住宿哄抬房价的消息，还幽默提到很抱歉有些饭店房价涨得有点贵，一番话让台下歌迷全笑翻。三立新闻李文胜，台北采访报道。